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庄哲瀚，很开心一个月之内又来到了马来西亚，能够看到这么多热情的粉丝朋友们，庄哲瀚，然后这是我2年多以来第一次的商业演出，也很开心 ，Mai 的邀请。谢谢麦的邀请，然后谢谢所有在场来听歌的朋友们，希望你们今天可以玩得开心，那就准备下一首歌了。